清泉岗空军基地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。能够在这边当飞行员，这个是一生当中的梦想，我终于要完成这个梦想。我已经穿好我的准飞行服装，准备要当我一天的空军飞行员。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位长官来，会有长官来，长官来是一个将军。我直接跟将军，直接跟将军报道。那我们就直接欢迎了，对不对？有。哎呦，小裴！哎呀，同学！哎呦，您今天特别来提点我一下，你今天是要来体验飞行员的一天嘛？对，我来看看你的体能够不够。我体能够啊，这个开玩笑，不是开玩笑。这个少校是你给我的是吧？通常官校毕业都是少尉认证。对，我们这个阶级的妇女啊，是看年纪啊，看年纪，直接是上校就开始是吧？谢将军。我请了一位我们海哥好，曙光日的主播，主播的鲍将军。我们的安排是在这位是警方方上尉，方上尉你好，方上尉这个一看就是相当秀外慧根，今年贵庚了？今年27。你管人家贵庚？我是替广大的观众朋友问啊，好不好？不晓得现在是小孤独主还是？今天单身，那算了，换一个。我们最多就这么一位，就这么一位。那今天要麻烦你了，是我今天一定不是。我们整个空军的形象还需要靠你来帮我们挑选，是一定要，谢谢了 ，OK 了。太不得了了！我现在居然已经在我们空军的第28作战队，而且我现在在美丽的学姐旁边，我觉得相当的登对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将军安排的相当的好啊！当然，我们这个今天呢在作战队，我们要再体验一下当空军的飞行员，对，有些什么难处？还跟我们今天特别请到28作战队的一个非常帅气的廖上尉，廖上尉，他今天要带您介绍，就是一个飞行员，他一天下来他的工作的行程有哪些？这样子是吧？对，那我们欢迎他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欢迎。海哥，来，廖壮伟，你好，我是少校，注意一下。是，没有。我们一起学麻将，一起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当你在官校这四年的这个养成教育的时候，你要上飞行舰，然后去做更高深的这个训练的时候，你当时是怎么想？毕业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是觉得说，我都来读空军官校，是，我不飞行我要干嘛？说得好，我都少校了，是吧？我不飞行，我要干嘛？所以当空军就有这个抱负就出来了，都会有一个想要展翅凌云的一个梦想。是，所以其实像您的话，您是政战毕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您结婚了吗？是，结婚了。所以我刚才不想问一下说他的这个另一半会不会选飞行员？本来想问，那就不用问了。所以你另一半不是飞行员？不是，但也是空军。那你会想再选一个飞行员？不是。这样有点犯罪。所以其实飞行员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梦想，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体验一下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飞将军，好不好？飞行员的一天其实是很忙碌的。对，我们一开始从哪里开始？我们没有吃饭不能飞行。OK， 还有规定，这个太好。我觉得空军最好的规定就是没有吃饭不能飞行，这件规定是国家的德政。 Check it out， yes。可以说啊，起了一个大早。有吗？今天情况又特别特殊。对，镜头拍下这边，双台你双唇发白。有吗？因为我这边有点皲裂。龟啊，念作皲，
军列位。哦，所以是军头咯，是这意思吗？军头是指一个部队里面，就像军阀，它是一个军头。像我就是官头，木钥匙套的军头。来来来，那是军阀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。最主要的呢，为什么我嘴巴会有点皲裂？就是因为彻夜啊都没有喝水，也没吃，也没有吃饭，饿了一整晚上。因为我现在今天要来做体检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网友开始议论纷纷，说啊，台哥饿了这么久，然后来做体检，他们今天到底要拍什么？现在有三个选项让观众选，第一个是一日火葬，看台哥现在是适不适合，然后去烧了。第二个，一日健康，不要再讲这些乱七八糟。怎么了？我要来测试的是通勤体检。如果我今天过关的话，我就重新再一次入伍。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日空军。稍等一下，哎，那个把那个逃兵抓回来，那个叫什么？回忆吗？回忆兵，不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体验看看。我终于懂为什么我们的开镜会在一个音乐。来，大家看这里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军中招募的三种人可以来航空医学部暨体检中心。第一种是军招体检，是军人要当兵以前。第二种是就是跟兵役有关。那我已经没有了，服役的这个。很明显你是属于这个第三个类别，老人。哦，你要珍惜这一刻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体检完之后，假设真的不幸你的体检通过了，你真的可以去当回忆兵的时候，不是回忆，回忆 memory， 回忆 memorial soldier， 回忆军人的时候，我是不能同行的。你是新官公出身呀？我真的是港仔，港仔是没有办法进入空军基地的。所以你现在不能进军营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措施是对的，本来就是啊，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，很机密的，他不能够让一些外来入侵。不行了吗？外来物种不能进军。对，而且万一真的外来物种不能进去，而且你一旦真的开始派一日军人的时候是不能打的，你说军帽在头上怎么打？对不对？军帽、龟帽。不要聊，不要聊，不要聊。你的军帽绿绿的，看起来是陆龟。我是空军啊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聊，都是你聊起来的，是我聊起来的。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能进军队，你就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观众会想说啊，那接下来就没有陈百祥了，就我现在先补给他们，该打了我再。该打了，不要等一下，网友又 OK 了，你这样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！真的，话越来越多，哎呀，你这不出来主持啊，莫名其妙。来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老兵军招体检 ，check it out， 一日空军开始。看到没有，航空医学部暨体检中心，欢迎我们医学中心的林主任，欢迎。主任您好，您好，大家好。主任，您在担任我们空勤的体检方面的工作大概有多久？我是民国1985年从国防军毕业，是是是，那就直接到空军官校担任航医。哇，一直都在做航医，看到没有？对对啊，让我问主任一个问题：像航医帮他做这个体检，要看能不能当空军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年纪大概到几岁的人会来做这个调整？其实我们现在入学或者是招募飞行员的管道相当的宽广啊，一般来讲从18岁到大学毕业的25岁，18到25都有。他们就是希望18、25的这个同学或是年轻人，希望检测他们的身体健康，然后他们可以安全的飞上天。是，那像已经几乎是要安详的飞上天了，像这种53岁，他真的有可安全跟安详不要放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有哪一系列的体检的这个内容？我们最注重的其实还是在一个视觉功能，不是只有量量视力比比缺口而已，我们还有一些距离识别，还有影斜视，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眼睛并不是完全是平视的，还可能会有一些影斜视。我觉得很紧张耶，因为好像没有开玩笑的空间，他一定要你视力一定要过才能拍。当然，我最少现在还有1.5的视力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只是很远很远一个女的走过来。我都可以知道他身高大概多高。可是主任，他50公尺以内近乎全盲，这样行吗？那近点视力我们就看看有多少。所以那个女生如果是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，可是是很黑的，然后到50公尺才看到她的真面目之后，她通常是没办法分辨。这叫问台哥。灯打开之后，可以吗？经过我们今天的空勤的体检，看我有没有机会加入空军。OK， 空勤体检 ，check out。台哥，你这个装扮。我跟你讲，这是看到没有？这是标准的空军的短裤。这是空军短裤吗？空军短裤，空军 T 恤，空军本人。我今天终于要知道我的身高是多高。开始吧 ，OK。你好，护理师。今天我要来这个量身高体重。是。我的身高啊，其实一直都没有变，170.3，体
重，我猜了，现在应该72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哦。好，麻烦您站直了哦。这个可以下来了。好，可以下来了，可以下来了。168.2，我的身高啊一直都没有变，170.3。对，刚刚说170.3，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各位，这个只有两个可能，不可能，都是两个字的。你讲讲，第一个叫做造假，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台哥的回应，那就是另外两个字，什么东西叫做倒抽倒丢，应该是倒丢了。2.1公分哎，很多哎，还是补在？你知道2.1？他放弃，他不追究了，好，怎么办？哎，这个不能播了，这个就不能留上去，他已经盖章了，盖章了是夸张了。说确诊168.2，你的 BMI 没有超过30还可以。那我要开始喽，现在不能讲话哦。对的，这么高，1.3、1.86算高吗？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对，我1.31呢，我120几。他说还可以接受，然后才因为可能因为你刚才有走动，正常成人是140、90，就还可以。哦，这才刚才标准范围内，这个你不用测了 ，OK 啊，你不用在那边休息，不用测了啦。不用休息了。不用了。这个 Chess 不想解开一个痛快。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息，好，我靠，还真的哎，1.578掉降了。我就跟你讲了，这才是正常，这是正常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再休息一下，我应该是120、80或者120、75。会不会再休息一下就变成我血压是50、20，这边就剩6000。我血压是很正常，没问题。血压正常。谢谢会长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请把你的168带走。辛苦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次不要，这，我不相信。179不要拍我，我不懂170以下的感受，我要先走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再给我吧。行，我就配合你的情绪，想说跟你玩一下。叫成什么东西？小胖出列，小胖来。哎，你几公分？我靠，170了。你手过来的时候，干嘛要叫威风？威风凛凛什么东西？威风凛凛什么东西？莫名其妙。大哥，下一项在这里啊。哎，一关你好。本身有没有什么特殊病史？没有。那我先吃药啊，再吸气，再一次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是色盲是吧？好，进。73。哎，怎么会？真的是73？但他这是一个外公的外吗？这个。这个，26，我这橘色跟绿色，这个，42，一条蛇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哇，它全部化掉，完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这刚刚是什么数字？如果看出来没有问题。哦，陷阱题，吓死了，那没有数字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被吓，我被鬼吓到吵了。啊，是不是？请问一下，开飞机的时候又没有红绿灯，色盲影响很重吗？很好，然后变视力，远方变视力。天地颜色嘛，远方地。哦，所以刚才两个是陷阱，你是没有错的。哦，谢一冠，哦，好害怕哦，好难弄。OK， 谢一冠，我先中一种，所以我过关。再往下一关了，下一关。好感动，进一关，进一关，一关好，您好，好一关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立体视力检测，立体视力是吧？立体视力好的，额头请靠在这上面。好的，那请问编号一号上下左右四个圈圈，哪一个是有缺口？左边、右边、下面都有。那八号看得到吗？八号那个是吧？八号是吧？我跟你讲啊。八号答案啊！我要口音吗？等一下，先不要，你先等一下，我要对焦，我先对焦。我这辈子没有看过人家对焦，我要对焦嘛。这么慢，等一下，还要先热身。我来念。啊，看不到就说看不到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没有缺口的那个是左边那个。好，不棒。
一样看回刚刚的视窗哦。好，先看第一个菱形，上下左右也是四个圈圈嘛。对，有一个比较凸出来，它是一个立体视觉的测验这样子。三号看得出来是上下左右哪一个不一样？三号哪个比较突出是吧？对 对，这一台测验机被你用起来很像蒸脸机，你在那边已经蒸很久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是不是不服老？是不是不服老？就说看不到没关系。好，一冠，你再考我别的，换下一下。对，现在有看到什么东西呢？红、白、蓝，什么形状？方形。哦，反正这一关就结束了。我这还看不到，我不是完了？有的人就是他没办法融合这个图像，或者是色觉异常会看不到。是哦，宝一哥，那我这个手法还可以吗？这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谢谢一冠，谢谢一冠。右眼有25，很强哦。就是0.8的意思，20。0.8 OK 了，53岁要0.8，0.8很烂。1.0是什么样子？我看一下。这位大侠，这位大侠，好了。鲍宇哥，我要看一下1.0是。这位大侠，我年轻时候1.5，我是1.5，我年轻时候1.5，我看一下1.5，快。啊，就是刚刚看的第一个那个，第八个是0.8，第十个就是1.0。12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到，我看9.0就看出来。我告诉你，鲍宇哥，上面的那个是有开口的，右边有开口，左边有开口，答案是下面那个没开口。真的对，蛮厉害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跟各位讲，我跟各位解释。我眼睛，我告诉你，我叫这，我看，我眼睛在这，先安静。我来看，我来看一下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。你讲。台哥正常视力1到5都看得到，他6、7、8看不到，10也又看得到了。这个都是典型的老化远视，但是最重要就是敌机会出现的那一段他看不到。你不要再玩，你这台玩多久？去下一关的啦。好，包一关，所以我还是0.8。还对你，可以的。谢谢一关。好，不会不会，谢谢。1.2，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下一个听说要做心电图，如果里面发出一个长声，哔，所以我们就全部人要进去，这样好吗？OK 哦，好来，大家请进。不要再乱讲，好不好？哎，护理师您好。您好。麻烦您了。我现在要检测的是心电图，是好的。请问您的名字是？小弟台思源。是，身份证号是？2024870。好快！那待会我们要执行的心电图检查呢，要请您把上衣裸露到上胸以上。这样。先不用捞，先不用，等一下再捞就好。待会就平躺在这个床上就可以了。对。那待会他跟你说不用整件脱掉。你在那边展露什么东西？为了您的隐私，我们等一下会把帘子整个给拉起来。那我隐私这时候不是都露出？已经，他这样是不是已经不用拉了？因为他已经露了。好来。啊，这是不能拍的，哇，只能听声音了。从缝隙里出来偷看一下。我现在唯一可以拍的是台哥安翔的表情，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缺口。我可以看到台哥安详的脸，我觉得各位粉丝放心吧，台哥很好，我静待猎鹰的结果。那我要帮你测下，可能稍微有点痛。谢谢谢谢。不早，我先要来量腰围一下。为什么要量腰围呢？但你要坐进去会不会卡、啊？他要帮你改座位。他帮你。13公分。怎么可能？我说算 OK 吧。男生希望可以90以下。再往两边，鼻屎有问题。应该是。对，再远。92。嗯，也是不对呀、啊。我记得我是85哎。万你问，请问一下少尉，报告，请问您结婚了吗？是有来出去结束，来下一个来走了，真的走了，没有，不用，我剩92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来走了，来谢谢上位，92，还有我跟你讲，下一个要做腹部超音波，超音波这个我们不能拍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比较往下，要照一些脱图的部分，它会一直超。好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是刚刚那位上位周副理长帮你超音波，哇，关门这么紧，真的是。好，这是一个听力的测验。飞行员呢、一定要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耳朵还要好、当然呢、随时要听。哇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听一听。护理师您好，我现在要来测一下听力了，好吗？
正常吗？对。他总平均是不错的吗？哎，只要是二十分贝都是正常的。我这个听力是不是有非官的样子？讲实话，到底有没有？没有的。有的时候事实是很残酷的，不要再逼问了。所以问你家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。好，来，走。你都不怕抽血？我跟你讲，这些都是我现在抽血，你还来盯个屁啊！我说他们是天天在帮你抽血，然后他来帮你抽一个，帮你吸点血。尽管斤斤价价。提人再提人，拿好这个货，浓缩再浓缩。经过这个四大关，提人浓缩万岁。这你给他推落，真正让你变变掉。你要那边晃，这一杯里面还有，你不要那边晃，好不好？还有一点来，这一点你先把。他还跟你们闹啊？没有，我是叫你拿去倒掉。哦，是的，不是要喝的。摸起来都是热热的吗？对对对，哎。不用，兄台，不要你修。不要，而且我现在很怀疑你现在那个手上湿的是水还是尿，我都分不清楚。不要再弄了，赶快送去检体室，快点。我现在就检验一下，最主要是看我这个尿液里面的一些含量正不正常。但等一下如果说忘了收，很多蚂蚁在上面爬的时候，黑豆喜爱注意。说的是真的吗？对啊，蚂蚁说：“哎呀，这卡低呢。”真的吗？是不是真的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乱讲不可能。有个传说是这样啊，啊就这样。哎，不是啊。糖尿病是血液测出来的，还在讲。所以那糖尿病的人尿是不会甜的，你确定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现在我要做肺功能的检查。之前有做过肺功能检查？之前有，我肺功能检查还不错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。操作对，好。想象有二十根蜡烛，然后你要先吸饱气，一气呵成，就是用力吐，像把蜡烛吹熄。好。持续3到6秒啊，就是要听我喊停才可以。可以停，懂意思。你走开！那天我会笑，出去。他感人清场，有没有搞错？再吸哦。揍他！你都已经清场了，请问你在笑什么东西？自己的吹着管子觉得好愚，乱笑。吸饱哦，吸到最饱，哈哈，做用力吐。谢谢。看到没有，我现在是心脏内科，当一个空军飞行员，心脏一定要够强，要不然怎么承受这种压力？那等一下，听说是一位很熟悉的一位医官要帮你做这个测验，是吗？我们欢迎陈建州医官进。好。陈医官，黑人医官，好，黑人医官，你好，你好，什么黑人医官？陈医官，你好，你好，今天呢，我要麻烦你了，我等下测的这个项目是有关于心肺功能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是若干年前，可能20几年前，有一个晚上，突然间心脏跳得很快，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急诊。晚上在干什么的时候？没有，就是突然间哦，突然间。测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叫做心室上心搏过速，有这个病名吗？有，这也是心率不整的一种。一般来讲的话，你做一般的心电图，尤其像台哥年纪比较轻啊，不一定会抓得出来。可是你如果在做一些运动，你是怎么看得出来我年纪比较轻？这是以一个恭维的话，你懂吗？因为我被交代这样讲了。好了，好，开始喽，来测试喽，好不好？测试 ，check it out。或者是帮你切一下，要脱吗？不用，衣服往上。如果坚持要脱也可以。好，可以，哎，脱了啦，到时候脱了，衣服没有问题，跑过来，裤子也脱了，别在那里有一堆，脱了啦，脱了啦，脱了啦，拜托。哎呦，真的，来露一下，露一下，哇，二头，露一下，二头，三头，哇，这个先帮我敷一下，不行。压力的环境上面，尤其是战斗机要飞一些大G的科目，然后你心脏可能就是承
受一些压力，有一些缺血的状况，心率不整的状况，这个都会造成一些潜在肺癌的问题。哎，还是可以的。他帮你拆。好了，好 ，OK 啦。最后是医生评估，不是医生，医官要来评估我到底呢可不可以再一次接受空勤的训练。如果不行，这边就此打住了，我也就不再做这个什么空军的梦了。哎呀，开始绕狠话是不是？对啊对啊。听说你还有个 X 光还没照，照个 X 光。X 光是。好了 ，OK。好了 ，check it out， yeah。这样子，各位，因为我们的检测啊有一点小 delay， 那时间已经很紧迫了，所以台哥就非常紧张，就先冲进来做这个 X 光，所以我们就省略了过场的部分。等下台哥出来呢，也就是今天的就这么快？可以啦，当然啦，要照多久？台哥辛苦了，就这样的话，到这里为止，这一整天的检测就告一段落了。所以报告不过就不能去，接下来都没有了。报告不过这一次就作废，因为可能吐血，就这样。就像这对我人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。你53岁现在要做的检测是希望你53岁的肉体可以达到25岁的标准。我不敢讲25，不敢说26就26。我觉得你能通过，对你本身已经是一种肯定。今天不管回忆与否，你已经是 OK 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就这样了，就静待佳音啊 ，Check it out，Yes。今天的工商时间。8年7半期間雇用高どう学ぶ有雇中年主張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いざ子供はあります。なに。その前に自己紹介。我不知道你是讲什么日文啊，没有人要听你自我介绍好不好，我靠。今天要讲你意大利口中了吗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比利场怎样？你想干什么？那你自从完了风之谷之后，我就深深被你吸引，每天看着你的照片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要表达什么？あなたのために我准备了古堡。靠，什么是古堡啊？你的一举一动让我想要为你随时随地可爱出击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一下中文，一下日文，你现在是自入是不是？你这样自入给谁看？所以我想跟你说。要勝利だか、ノーフの告白成功。哇！我靠，比利，你真的太客气了啦！你怎么讲ごめんなさい？你应该讲絶対無理，小跑。随时随地可爱出击，一起尬广哦！感谢风之谷 N 又让木曜多活两天。注意，接下来的时间都不会有陈百祥喜欢百祥的观众，请继续看辣，巴托。看到没有，空勤人员求生训练中心
这个可以说是啊，我一生当中的梦寐以求的地方。台哥，听说今天有点艰难，怎么说？今天要经过四项很大项的考验。我跟你讲，所有的考验我通通都可以通过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这个人不怕高，我只怕速度。可是今天是速度加高度都有哦。都有吗？对，双管齐下。双管齐下就是。双管齐下，我们只要中间一项不过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到清泉岗基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吐血！等下哪位长官来？我们先来欢迎一下郑主任，主任来迎接你。对，主任好，主任好，欢迎您到我们国教中心来。每个空勤人员是要完成他的飞行梦想之前，必须先经过我们这一关，他才能够翱翔天际。但是我有一件事情，我非常的怀疑，像主任这样子的年纪，这样子的长相，应该是中尉而已，他怎么会挂上校？请问你的脸为什么这么年轻？只要加入我们空军，接受我们空军的训练以及我们的伙食呢，就会达到这样的效果。欢迎各位加入空军。OK 的，这个就是对了，因为空勤的伙食真的是很好，绝对不会有大葱炒大蒜，白萝卜炒红萝卜，红萝卜单炒。所以今天要麻烦主任，希望能够在主任的提点之下，我今天能够完成所有的任务。没问题，相信我们的教官一定会带给你全新的体验。谢主任，请。去，需要提升不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通过了这个天桥以后，就到我们的训练中心了。可是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里这么暗？就感觉到很暗。你是不是青光眼，还是白内障？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戴，我应该是戴了墨镜。哇，这蛮亮的，蛮亮。这就是我们的训场，是训场，跳高26米。看这个水啊，相当的清澈，所以它这个保养平常是。我们平常的保养呢，就是把它分区，本人呢就负责下去流挖式，看瓷砖，看沟缝有没有脏污，拿牙刷下去刷。是拿牙刷下去刷，这不是跟我们以前陆军在刷厕所是一样的？黄埔精神，哎，黄埔精神，黄埔都是用牙刷在刷厕所。这个像那个圆丘是什么呢？那是造浪球，待会这里面也可以有浪，真的、啊？是的。然后在水中万一有什么样的紧急状况的时候，算是一个水上求生啊。不过像今天这样子一个高台，这个可能我不是太适合，是不是直接就可以退去？为了完成你飞行的梦想啊，这一关呢，咬紧牙关，一定要撑过去。为了完成我的梦想，是蛮会说话的主任。OK， 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就把你交给我们专业的教官。专业教官是，哎呦，教官好，大家好，你好。欢迎你来到我们现在亚洲地区最先进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中心。是的，今天我们会让你体验第一个就是伞托的一个课程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会让你体验了直升机吊挂。就真的不幸之事，在海上或在山上带远的时候呢，直升机来，你怎么样借由搭配直升机把你吊舱做后续后送的一个部分？还要吊挂，对，吊挂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挂炉烤鸭的一个概念。是，我们搭配相关的一个环效系统，是让你体验真实的飞行。还有环效系统，还有，待会你可以实际体验一下。刚讲的。都是在水面上来做，最后的那一个呢，我们会让你沉到水里头来做一个训练。我还要沉到水里头，沉到水里头，还会有做翻转的一个训练，还有翻转，非常的刺激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今天就这四个课程，就让你非常的难忘了。报教官，是谢谢教官的讲解。不行，你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。我还没讲，还没体验，我要离开。难得来了，一定要体验完。难得来吗？是。其实也蛮简单的，我就是叫个车出去就好了。我听他讲完，我已经一身汗了。这怎么弄啊？是不是？男人的梦想就是要飞上天。男人的梦想，对，你看你今天体验就可以飞，对，就可以飞上天了。男人的梦想有两个，谢谢抓贵刷，谢谢贵景梯。OK 的，报教官，再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有没有人在受这项训练的时候，还没开始就已经为国牺牲？目前是没有，还没有。我们目前这个训练呢非常安全，即使不会的人来呢，我们都把他教到会，都顺利完成全员训练，进入到他后续的一个飞行训练的一个部分。我相信你对你也非常有信心，我们一定可以把你教出来。哎，我觉得教官真的很会讲解，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 sales。谢谢教官，谢谢教官，可以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是，我先换衣服，换衣服了，对，我都还没换好，还没，我要换装备，换装，好不好？Take out，OK。OK， 到这边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请李士官长，是，麻烦你帮我。你要不要先上厕所？现在就可以去了。是，现在就可以先。就是现在的，是，确实。不然待会上那个水面可能会偏黄黄的，就有点尴尬。还好。士官长你好。
麻烦你了。处理完了吗？是是是，我处理完了。餐之前这个都备章要拔掉吗？对，好，那个备章要拔掉吗？要拔掉。希望他这个可以拔掉，因为你是少校，我是士官长。那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就是。我想，其实有些时候士官长比少校还重要，因为您的经验，我们都要听从士官长。当然了，所以你这个给我之后，我就可以好好的照顾你。谢谢谢谢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袋部分，水袋部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这个耳朵？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做带桨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待会要从上面跳下来。对。那听说这个台哥是号称双蛋王，对。所以为了避免双蛋爆炸，待会瓦斯就卸外泄，不是？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，利用这个耳朵把它带紧一点点。好了之后，你稍微挺身。哎，会不会不舒服？有一点点紧，又不能太紧。好 ，OK。你如果预留太多空间，待会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带丢，怕会去夹到。好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将我们的背心确实的结合到我们的这个炮带上面。嗯。啊，我现在先要吹气了。现在把它吹饱。现在吹饱了吗？有没有人在那边吹这个管子，吹到后来窒息挂掉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办法。至于，阿哥，我们大概吹个八分饱。OK， 好，这个饱度可以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阿哥会爆掉哦。这边有一个气管的保护带，我们把它塞到这里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台哥，我们可以把帽子拿下来。我们要换，我先换上去的。好，然后还有飞行帽上好。好，忍者龟装备完毕，戴上龟帽。这是我们训练的飞行头盔。飞行头盔，拿开。大同大同，下一不同。会不会太小？不会，摇晃一下。如果不会晃动就好像不会。因为你这样戴完，真的直接变成杰尼龟，你知道吗？杰尼龟，杰尼龟，杰尼龟。好吓好了之后呢，我们飞行员都会戴上飞行手套，这是模拟的飞行手套。我们训练的时候使用。今天的体验是，就是说，他一定是穿好飞行装备，对对对，就是做这种训练用的装备。OK， 爽。OK， 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准备进行我们今天的科目。好，那麻烦台哥，我们就跟着我们走。帮我拍一张照。小台，哎，教官，干嘛？没有，我在这帮教官先行检阅一下。虽然你是我学长，是，但是你今天呢已经拔阶来受训了，是，所以呢，请你要听从我的指令，是，请入列，是。小台及各位，今天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术科的一个实作，请各位呢拿出各位的一个本能，通过我们各项的一个术科的实作，加油。我左摸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一个呢就先进入到直升机吊挂的一个训练器。是，我们呢要模拟我们飞机呢真的在失事的时候呢，它做直升机吊挂，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预习。好，我们首先呢请助教入水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吊篮，当人员有受伤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会放这种吊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搭配助教的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来做一个解说。各位，接下来呢，到我们第二个术科闪脱的一个训练。这个课程呢，它主要呢是针对战斗机组的一个空勤人员。弹射的时候呢，它的降落伞，如果说在落海的这个过程中，它因为风的关系吹了它的一个降落伞，带着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产生闪脱的一个情况。你不立刻去解除它的时候呢，降落伞会拉着你在海里头去跑，你有可能会吹到水里头去，所以这个呢会有立即性的一个危险。接下来呢，要借由示范呢，来让各位了解呢整个一个训练的一个实况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由助教呢示范一次给各位看。来，请看示范。现在 Y， 预备 ，Go。哦，
就缓降下去之后呢，往前做一个拉伸，往前呢做一个转身，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准备拉回来。请各位呢拍你的头盔，让我知道你准备好了，我们的教官呢就会拉回来。待会请你示范完之后呢，就游到直升机教官的一个位置，接着去做起跳的一个动作，完成我们这一个大尺的俯卧撑。各位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哪一位自愿先做的？有。来，第一个位。来，脚抬，下一个就请你来操作一次。好，教官，我想再看清楚一点。是 ，OK。来，下一位。脚抬，有，换你啦。王教官，觉得还要再详细的看清楚。好，其他学员的训练过程，来再做一次给小孩看，再做一次，来，各位，小台，有好看啊，好，来，小台，有，换你了，好，有没有说再看一位学长，仔细的研究一下，要再遵循学长的做法，谢谢教官，好，我看你能够闪多久，来，继续，是，下一位，好，好。老教官，来，小台，虽然呢，你是我们中心呢目前做这个训练的最资深的学长，但是呢，我们对你非常有信心，帮你体验一下了。再不行的时候呢，我们教官就抱着你一起跳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，但是没有实力。你有非常大力，所以不用紧张，就位了吧。是。太高了，抱歉们，这个时候有点腿软，是正常的吗？是非常正常的，你放心。抱歉们，突然间想家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想家？对，没问题。待会很快的，你的担心呢都没了。天教官，这么看得起我，有没有信心？抱歉们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是得下去。谢教官，好了吗？抱歉们，我可不可以转任清洁大队？我们这边没有这个职缺，没有这个职缺吗？是，没有这个职缺。谢谢教官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给小台一个鼓励。来，小台预备，快，走。小台不要腿软，记得我教你的，转身。结论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只是说每个环节啊都不能马虎，真的。观众，教小台，谢教官，非常棒，第一次就可以做得这么棒，是对你非常有信心。是，刚刚呢是我们喷射机组的课程，初步的部分呢你已经可以通过了。是，接下来呢慢速机组的水下的课程呢，还有水下课程，我们对你非常有信心。还有慢速机组，还有还有，观众，这时候退训也没关系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谢教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接着进入到我们水下的一个课程。是，加油，谢教官。
check out。刚的一个喷射机组的课程呢，是做得非常的棒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水下的一个课程，我就将它交给我们原厂认证的一个种子师资呢，来带着你进行后面两项训练。是，来欢迎我们的一个李志雄士官长，出。好，你好，恭喜你已经完成水上的一个训练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水下的一个训练。是，信息。好，50%，没关系。当我帮你整个程序要领教完之后，你就有100%的信心了。先试观众，进这个舱体之前，我们就做一个基础的迷向器的一个训练。好，那首先台哥有没有用过这个呼吸器？呼吸器还没有，呼吸器迟早有一天会用的。待会这个东西是你保命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会用，是，一定要会用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介绍舱体。好，谢谢。各位教官完成了水上的训练，我们准备要来进到水下的一个训练。那进我们的气舱之前，首先要先完成这个基础浅滩的多训练。在海上遇到状况，迫降到水面之后，它可能会造成一个舱体的翻转。那你要利用你的呼吸器，把你的呼吸建立起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舱体里面借物移动，找到你的逃生舱口，做一个逃生的一个动作。是，首先找到我们的肩带，放到我们的肩膀上之后，找到你的腰带。将它结合到我们释放器上，我们前方指导教官会请你做建立防护姿势的动作，双手交叉在你的胸前，周下颚，我们就把你翻转过去。那这个有一个要领，剑、数、拿、解、推。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建立防护姿势，数就所谓的数9秒。一般我们的研究报告显示，不管是飞机也好，或者是车也好，进到水里面之后，它会完全进水的状态，大概是8到10秒钟的时间。那这9秒钟你不要做任何的动作，我让舱体稳定之后，我们再进到下一个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所谓的拿出呼吸器建立呼吸。我们再进到下一个动作叫做解，也就是解我们安全带的动作。在解安全带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寻找我们的安全门，握住它，确定你的方向。解完安全带之后，我们就顺势的抓到舱门。做一个离舱动作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没有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个志愿者来模拟一下这个动作。好，很好，这位教官做得很好。各位教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我们就准备进到游泳池里面实际来操作了。好，请跟我来。台哥，你刚刚有认真在听吗？有啊，认真在听。因为我刚才剑术拿解脱，在旁边看到台哥认真到入魂，我实在是对啊，没有办法判断。我跟你讲，放空还是认真剑，就是要这样建立正确的姿势，数就是数九秒，然后拿就拿什么，赶快拿你的这个瓶子，拿起来以后，好，都没有水了，懂了没？我还真的是认真听。OK 了，你要背起来。剑术拿解脱，推还是拖？推，推舱门，推舱门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去了。
抓紧，你刚刚试图想从这边钻出来，以你的身形一定是钻得出来，只是我稍微阻止一下，因为真的下去的时候方向真的会改变。所以说我们的这边训练就是按照要你以借物移动作为一个重点。我本来以为可以憋着气出来，我没有，一下去整天原地转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训练的这个动作一定要确实是非常重要。谢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我觉得你教会棒，我就是。哎呀，再我们就剩最后一关了。还有最后一关，是不是还有最后一关？对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完就过了。真的假的？海哥是刚刚已经经过一个基础的一个训练，刚刚还是基础的，刚刚只是基础而已。这是为了我们要进我们的 M 5训练舱所必须要做的完成的一个基本训练。哦，那我刚刚看得非常的感动。谢谢教官。待会台哥你就是负责机长的一个位置，我是驾驶。那你只要下一个口令叫紧急迫降，做好防护姿势。我在讲这句，对，他们就会做防护姿势，等待你将飞机迫降到水面上。等我。台哥，你的防护姿势是什么？我怎么做？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颈椎需要收下。我的姿势只有收下了，你只能这样子。漂亮，因为你一只手在控制操纵杆，一只手在操纵就没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舱体会进到水里面之后，啪，然后舱体稳定，就舱体稳定，舱体开始。我在水里面还在讲说不会进水，那个时候不会进水，第一个阶段不会进水。所以我会这样，舱体稳定，舱体稳定，舱体稳定，会不会这样？当然不会，如果进水会这样。哦，是，还跟着泼到水面说，哎，舱体稳定，是，开始撤离，开始，舱体稳定，开始撤离。是的，最后面这一位他就会开舱门，开舱门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就要准备要离开。离开之前会提醒后面这一个，你还是在控制你。我还在控制。正常来讲的话，我会比如说关发动机啊，或者一些仪表啊。而且我在关发动机，我还在关。然后这个人他就会移动。他们已经移动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他离开之后呢，你的副机长会先走。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会拍副机长。他拍副机长，对，叫他走。副机长先走，对。他在拍我说我也走。对，然后副机长再移动。那你们，叫我们可以走了。那这样说，换我再才走，我最后再走，很简单，对，然后就可以移动，我就走了。移动看看，手移过来扶到你的，先扶这个。对，你要确定你要从左有方向。OK， 好，找到椅子坐下来，好，没问题。对，他手出去，是移动到这椅子上，同意。确定舱门，确定舱门在这里，从舱门出去，从舱门游出去。好，大概这样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好，刚刚我们这样做大概花了三分钟，基本上舱体应该已经进水了。那我们再重做一次，紧急迫降，做好防护措施。好，舱底踏起水面。台哥，如果你再不讲，你们就我要讲舱底踏起水面。舱底踏起水面，开始撤离。开始撤离。舱底触及水面，开始撤离。六八九。方向不能变，不然你会迷向。开始撤离。找到舱门离开。离开。OK， 好，很好。待我们进舱之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有没有？舱底真的很伟大，他机长真的伟大，他必须要走，他跟飞机共存亡。对，教官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结训？做完这一趟，我就会发射训练。这样是不是？然后我等一下去坐那个位置。是，那我们上了。试一下，这个。我真的再次了解教官所讲，为什么要借物移动？它是有原因的。你不要贴稿说你可以看得见，那看不见。所以教官所教的每一个程序都要牢牢记住。谢谢。来个恭喜，谢谢，恭喜你完成在这边水上的一些训练。接下来的话，我就把你交给居力，也就是我们航生训练中心的居力测试。还有居力是不是？是的，居力有几例？你想到几例就可以到几例，真假的是，空军真的是太令人尊敬了，谢谢司官长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由于基地
测试期间经过专业训练，所以阿公无法参与。我们就跟阿公一起看看空军进行机密测试是什么样子吧。谢给绕。今天的这个小弟在这边一天的体验下来，我真的发觉要当一位中华民国的空军飞行员是一件了不起的任务，尤其是保卫我们这个台海的安全，他们的牺牲奉献真的值得。你能够经过一天还没昏倒，我也蛮佩服。我刚刚已经几乎快要昏倒，可不可以在小弟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啊，想跟你请教几个问题？可以吗？你讲话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严肃？不要那么严肃。但是因为我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同学。可是我觉得您现在是贵为将军嘛，不是开玩笑，这是代表国家的形象。我们同学永远不行，那跟我的阶级没有关系，那就不管了。好，我就想请问一下，你不要乱问。好，不要乱问。是，抱歉，是这样。第一个问题很简单，就是请问啊，我们现阶段国军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各级的长官都有很明确的一个宣誓，是，就是要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安全，是，保卫我们台湾2300万人民幸福福祉，是，这个是非常明确。今天这一天的体验下来，更是觉得国防的重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这个美丽的家园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国防，是关心国防，进而参与国防。是，年轻人，我们鼓励他们，希望都能够来加入到国军的行列。你看我要不要现在再签下去？我们是很希望你来，尤其你的体能啊，我体能我不得了，你的体能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因为你是我的同学，是啊，但是你的体能现在跟卫级军官差不多啊，我卫级绝对是卫级，我现在随便表演一个俯卧撑，吓得你这个军帽整个往外外弹呢、啊，体能不错，不用了吧？我是怕你智能不足、啊。我不仅智能不足，我还能源缺乏。我妈从名字里面都可以取好台资源嘛，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，有这样子一日空军飞行员的体验，让我深深感觉空防的重要，保护我们的美丽家园。谢谢。哎呦，这个还有火力发下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还有火力留下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还是可以加入卫级军官的行列，体能真的很惊人，体能可以吧？快喘死了！一日空军飞行员，成功，赞！
木曜四超玩，每周四晚上9点直播，每周五更新 YouTube，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。粉丝团跟 IG 千万别忘记哦，就这样，木曜四。